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吗？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歌手，然后在舞台上让所有人都羡慕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。别唱了，别唱了！啊，这唱的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婆婆妈妈咿咿呀呀的。老师，我有点紧张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下一位。再来一次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打死他！他不是死了吗？哎，打死他！